在这部《李小龙传奇》中，李小龙的扮演者是香港演员陈国坤。陈国坤无论是从发型还是长相以及身材来看呢，都与李小龙非常相似。而选择陈国坤饰演李小龙，则是源于一次很偶然的机会。当《李小龙传奇》剧组开始筹备时，李小龙扮演者的选择有两套方案，一是顶级武打明星甄子丹，二是像金城武那样的偶像派明星。他们会演来演去，怎么演都是像他们自己，而不是像李小龙。李小龙迷们也难以接受。最后有人推荐了陈国坤，理由是陈国坤长相酷似李小龙。当李文琪见到陈国坤时，感觉这就是他要找的李小龙，于是当场拍板就用他。